今天是扮演情侣的第一天。话要沉着冷静。今天是第一次以这种身份互相面对，我要波澜不惊。今儿天气不错。早上吃了吗？啊，你呢？吃了。啊。这歌不错呀，演员，这说的不就是咱俩吗？是吗？没觉得呀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紧张啊？我看是你紧张。我紧张？紧张两个字怎么写？你方向盘都握不稳了。你看平时啊，哎呀，平时这车开的也没有像今天这么稳呀。一条道走到直了啊！我那是怕你晕车。你不是外环路并线超车小王子吗？坐稳了啊！你用这么夸张吗？迟到了罚款，我给你结完了不就行？不是钱的事情，我制定的规章制度，我自己还迟到是笑话吗？那你看谁让你制定的？来不及了。走楼梯。哎，不是二十几层？对啊，走楼梯啊。就是因为你开车慢了，所以我才迟到了。你得带头走。不是，我第一天做你男朋友，咱们可以同甘，别共苦啊。哪那么多说法呀？你赶紧走，必须跟我一起。是不是想跟我一起锻炼一下身体啊？啊，走。这体力够好的啊！快点儿，真的迟到了，你看看。喂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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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累死了！啊！你们俩这是？啊，江总。哦，我们怕迟。哎，那个，江总，那个我俩来太早了，找一个安静地儿稍微聊聊天什么的，是吧？楼道里聊天儿，挺有激情啊。我知道你们俩啊，但是在公司，注意点形象啊，你们懂吧？懂。啊，谢谢江总啊。还挺会演啊！不是你在说楼道里面聊天，他以为咱俩在这干嘛？不是，那咱俩没干什么吗？这可是太随意。我和成功，我们在机器人的外形方面推翻了好几个想法和证据，最后确定出来了这一版。成功，对，我听说你对 Vino 系统有了新的构想。
我来听听，方便吗？您都坐这儿呢，还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开始吧。小韩，新型机器人的外形采用了软性的材料，利用 3D 打印进行建模，内部预留控制通道，呈多边形锯齿状，中部下凹，方便工作的时候自动抬升。除了监控功能以外，还考虑到储存舱的火灾隐患，所以有配备温度识别和自动报警。我们这个机器人啊，它并不是 Vino， 我将它命名为 Tino。 Tino 换了个名字吧，系统不还是原来的系统？你错了，这一次我们放弃了物流机器人原有的导航系统，采用了自动驾驶项目的 AI 寻路系统，算力达到了市面上 Kiva 系统的至少两倍以上。再多的我也不方便多说了，你懂啊？我懂。但是有句话呢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你，我们公司对于这个项目要求是稳定和效率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有限的精力放到 Vino 上。Vino 有您就够了，我还是尽快将 Tino 落实。实践出真知啊！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实验呢？小韩，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进行第一次。祝您成功。咱们继续呗。好。就那个单日系列吗？嗯，我觉得比较白，你可能说三号吧，我是四号。哦，就那个三号。想我了？我看你俩那个号就是。你这个人戏真多。我问你啊，今天在实验室，你跟李德是不是又顶起来了？顶？怎么顶啊？那叫正常的业务讨论。业务讨论呢？小组人员都在讨论你。李德今天都发火了。哎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怪不了我了。你不要跟他搞得太僵。这是女朋友的关心啊，还是徐总的授意啊？我只是善意的提醒。我们大家同为 AB 组，他不但不帮忙就算了，天天拆我台，我怎么忍？李德的方案虽然没有你的亮眼，但是他重在稳定。你们俩各有所长。我怎么觉得还是我比较长？我跟你聊工作，你能不能认真点？那我就认真跟你说一下，我的这个项目，我一定会实现。到吗？那叫自信。我跟你聊点工作，真是太累了。我怎么觉得这气氛有点不对呀？怎么不对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倒水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这怎么把手烫了？转机。啊！哎呀，就是不小心而已啦，没事。怎么能没事呢？你还是个孩子，死鬼，不要动我！行，不自然。我自然，自然，做足了很自然。你说谁呢你？你压根就没谈过恋爱，我跟你说，你干嘛呢？你演偶像剧呢？不是你嫌弃我在了别演呢？可以不演呀，你实验也别搞。嗓子不舒服啊。